我们来看一下苏启胜苏大厨60秒倒计时，现在开始。今天我为你做的是汉堡三重奏，让你吃到动物、植物和菌菇的味道。你吃过这个菌菇的汉堡吗？菌菇，菌菇，菌菇是啥？菇，一种菇。哎，给他看一下，看看那个，这口感很像那个肉的口感。哇哦！我这个我没有吃过。还有，你想尝一下这个云南的这个牛肉吗？这个就是土黄牛做的这个牛丝丝。牛肉干吗？我今天让你品尝到我叔叔的云南定制的汉堡。我是硬被苏大厨拉上来的，他说要拉我去给他垫背。他说他一个人，如果他一个人拍了这个汉堡，他赢了的话不光荣。透露太深了，透露。所以苏大厨叫我去，你输了垫底挺好的，他起码战胜了我。但是，我努力了，万一成了呢？他是在说反话，知道吗？他是拉我垫背的。我一个做云南菜的，我是没办法，只能用这个菌菇来做汉堡。我期待是一个中国风的一个汉堡，对，中国风，而且他们的对话有中国的人情故事在里面，你不一定能懂啊。好好好，我肯定会懂的。我今天做一个芝士噗噗堡，噗噗噗噗堡，噗噗是像瀑布一样流下来。我以为是芝士破布，芝士瀑布，瀑布。但是你们相信我，我的这普通话已经是在我们广东算是标准的了，非常标准，已经把我弄得我都不自信了。